你刚才讲嗰个嘅项目咧，规划咗起码10年以上，系咪啊？起码10年以上，10年前咧，可能大家都未睇得到啊，有呢个咁大嘅转变，系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咧会提升到去国家经济规划嘅层面。我哋唔系特登明知道有个好好嘅粤港澳大湾区，有一个我哋同深圳市政府共同努力紧嘅口岸嘅经济带。有一個我哋好想建設嘅一河兩岸嘅創新科技園，我哋唔係知道曬有呢啲嘢，仲去規劃一個咁樣嘅話，佢唔係好受歡迎嘅項目喺度，而係佢有個歷史嘅過程啊！我哋攞咗撥款就做呢啲前期嘅工程，你突然間要叫停呢個項目咧，係影響好大嘅嚇。兩地嘅市民，包括本會議員有關注咧。我哋會盡量諗喺呢個歷史嘅前提之下，同埋滿足香港嘅民生需求，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好啲嘅安排？例如喺設計嘅方面，點樣可以令到佢唔會係咁明顯咁啊，為佢周邊嘅環境咧製造咗一啲即係唔好嘅景象啦